这是我们买的球票，然后是6000块钱一个人，因为它没有指定的座位。早点来的话，希望能够坐到前面一点。这边是工作人员在准备一些商店，卖一些足球周边。这边是拜仁的周边，这个球场门口这里有个曼城的周边，他们是分开的，但今天好像不卖，是明天正赛才卖。前面这个就是日本的国立竞技场，奥运会也是在这里举办的一些田径赛事吧。这里有两个对标，一个是拜仁，一个是曼城。我们的拜仁围巾是在安联球场买的，根红苗正的拜仁围巾。刚刚已经有好多球迷在那个对标那里拍照，我们还帮别人拍了几张，别人也帮我们拍了合照。现在我们去看看商店里面卖什么东西。这是格拉利什哈兰德，这也是毛巾围巾。我是曼联球迷，怎么可能买？虽然也挺想要的。这是日本神社里的御守，这就很有日本特色了。这是日本限定纪念品。这是长的还是短的也不知道。长的还可以。这是一个曼城，一个他们俩对战的纪念。我们买个这个吧，这里没有只有拜仁的东西。这里还可以用移动支付。他在放绿洲的歌，这个老曼城球迷的歌。这些地上贴着的都是占座的，他们写了这里有几个人，然后自己名字是什么，然后就在这里占着位。这里好多小孩啊，主要都是小孩，家长陪小孩来。开始进场了，现在是4:36，4:30多。